接下来就是轻松对谈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影评人雅雅宇来跟我们聊暑假档的新电影哦。但是在这里要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今天呢会送出五张电影首映会的这个招待券，那么每一张呢可以带两个人进去。所以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啊，你要回答我们的问题，等一下雅雅宇会问问题，回答正确的呢，我们就会送给你一张电影票，两个人可以进去的。而且当中还有一位最幸运的朋友，你最聪明答对的问题最正确，我们还会再给你一个 bonus的大奖。好了，现在就请出今天的主角，就是雅雅宇。你好，你好，嘉宇、海翔，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要唱一下歌吗？我们欢迎你，对，真不得了，很高兴邀请到雅雅宇。其实你在湾区真的是资深影评人哦，对不对？当影评有八年的时间，对不对？对，这八年时间呢，在电台主持节目，而且同时大概看了1000多部影片，访问了20-30位的这个一流的华语的导演和演员。嗯，你既然访问过这么多人，哪些人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比方说话最多的人是谁啊？话最少的人是谁啊？最苛刻的人是谁啊？最烦的主持人是他，这我帮你回答。完蛋了，我如果讲出来的话，下次他们在看节目的时候，我还有机会接受他们，他们会接受我访问。不过可以讲一下，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李安，我访问他2次，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导演。那天雨下的比较大，他们好像第一句问我的话呢，就是你有没有淋湿，需不需要换衣服？好贴心 哦，真的，你看看，对啊，要是其他人就更不管我们，对啊，对，其他人可能说你把我的沙发弄湿了，可以站着讲吗？没错，所以李安真的是温文儒雅。嗯，还有话最少的是谁？话比较少的呢是这个张艺谋，讲的话不太多，而且他非常的客气。他在有一次访问的时候，那时候谈到巩俐还有章子怡，他非常非常的客气，只讲了几句话，说他们都是非常有才能的演员，他们凭着他们自己努力才有今天的一片天。啊，真的啊，都没有讲说，哎，他们就是我发掘出来的，都靠着我，他们今天才能在影坛上。哇，真的大导演，真的气度就不凡，对不对？好了，那么当然今天请到雅雅宇啊，主要是跟我们讲一下在暑假的时候会有哪些热门新电影我们可以去看，对不对？尤其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放假了，或者是其实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大人也会很想要趁这个时候炎炎夏日去电影院吹个冷气看个好片，对不对？那雅雅宇为我们介绍即将要上映的4部电影，对不对？好，先介绍2部。对，我们先介绍的呢，就是今天推出的影片，今天在湾区各处都可以看到有2部影片推出，一部是小朋友可能会喜欢的，叫做 WALL-E 瓦力 Pixar 和 Disney 合作的，另外一个影片呢就是环球电影公司所出来的，叫做这个 Wanted， 中文翻译叫做刺客联盟。对，那我们先谈第一部这个瓦力，同时呢我们这个国语新闻也会仔细的介绍这部电影，但是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一下。好，瓦力这部影片呢，它是说700年后的这个地球已经变成废墟，当时有一个机器人，还有他的好朋友一只的小蟑螂在那边收集废墟，那生活当然非常的寂寞了。忽然有一天外太空来了一个女的机器人叫做 Eva， 然后他们两个很快就变成好朋友了。好朋友之后，可是 Eva 来了之后就收集了一些资料，当他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呢，他就要回银河去报回去。那这时候呢，这个述职了，对，述职。对，这时候这个瓦力就尾声相随，马上就追回，不是尾声相许，马上就跟着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个人类最大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哇，这个秘密是什么呢？那大家要看了电影才知道。不过我们今天有带来一些这个片段，是真正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要讲这个瓦力和这个伊娃如何教他跳舞的一些片段。而且我们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片段呢，都是跟一般人会看到的那个电影预告不一样的，非常的珍贵，对不对？透过特殊管道，要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才会看到的，真的是有福了。真正的片段，对，来看一下这个。好可爱，瓦力的造型很特殊哎。
对，真的很可爱。这个电影呢，它其实上是非常有智慧型的影片，它是 Pixar 是很大的一次投资。它的前三分之一的时候呢，它这个多半是以肢体语言来表示它的整个影片的介绍，所以观众呢需要用相当的心来去体会。那在后三分之二呢，它就是 Pixar 典型的，它的设计比较夸大，它的这个题材也比较新颖，然后会有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以及环保意识非常强，所以整体来说呢，这部影片对这部影片它的教育性比较强，而它的这个娱乐效果呢可能比较有限。对，那我们雅雅语现在要评分了，我们现在因为雅雅语第一次上节目嘛，我要介绍一下啊评分方式，那就是雅雅语的 OK 十颗星，十颗星，对。OK， 我想我们来讲说，如果是在八只指头以上的电影呢，就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去，不要忘记错过。如果是在五个以上，五个到八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去凑凑热闹，也到电影院去吹吹冷气，也是可以看的影片。如果在两颗到四颗的话，就准备收 DVD， 然后或者是有两颗以下就不用谈了。哦，就不用看了。所以瓦里几个手指头呢？五个手指头，还有五颗星。好，接下来下一步喽。接下来是《刺客联盟》Wanted。对，汪克是这个 Universal 的影片，他大概是说这个一个和我们一般一样的这个白领阶级的一个年轻人呢，他平常在办公室常常受到委屈，但是有一天他无意中卷入了一个刺客对刺客的这个战争，然后从这里头呢才发现他们原来要 recruit 他，然后当他被 recruit 之后呢，受过了相当强烈的训练，他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去找寻杀父仇人。那我们今天带来的片段呢，您可以看是有 Angela Jolie，还有男主角 Jeng McCovey， 他们在这里头出使任务的一个火车出轨的情况。来看一下。几颗星？哦，七个指头，七个指头，几个手指头啦。好，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哈。在待会当中，在广告之前呢，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有雅雅语推荐的，在这个暑假之前，目前已经上映的哪些电影，他推荐的五部是亚的电影推荐榜，一块来欣赏。